4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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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召回船罢了。舰队，速度资料分配完毕，就由你脱离。前线收到，可以脱离。小 Sorry， 顺便汇报一下你和米卡小姐的进展。报告谢比少校，还差连命一脚呢。还差一脚啊？你们这军校八年都干什么去了？舰长，我看 Sorry 是训练不过关呢。哼，千子，您这么打去 Sorry 上尉，就不怕他的上将父亲才让你多写几页报告吗？前指，我们丢失了大部分的轨道器，完全失去红外动摇动能。目前仅剩两颗立方星云可运作，我攻击性已授权摧毁各自目标。何必？前线明白，想升级试探吗？就如你允许开机压制敌舰队，至于损失的卫星，补射回去就行。只要你收到。舰队开启战斗中。确认敌舰队姿态，准备降轨。报告舰长，敌军开启电磁干扰，目前正在降轨。他们受不了我们的压制了，想躲到天体阴影区后边。心灵胆子都给我安静点。前指，敌方将于1小时30分后进入天体阴影区，我认为应该立刻投放一枚飞跃卫星进行侦察。先不急，阴影区维持的时间有限，完成降轨也要个几天的。等他们完成机动，我们的捕射卫星早就到位了。更何况他们现在完全失去了监测能力，应该不会轻举妄动。报告舰长，接观测站数据。目标战轨速度高于预估值，推测敌舰队进行了2次点火，更新预计将于3小时30分钟后到达进攻点。舰长，他们多花费了几百米每秒的低维快速降轨了。旗舰，荣荣女将，请求批准使用飞跃卫星。旗舰明白，现批准使用飞跃卫星，命一舰于3小时后投放。荣荣女收到，3小时后投放。
为城防区，投放一批次导弹进入高倾角进攻轨道，1小时18分后抵达预定攻击位置。轨道数据已发送完毕。接观测站数据，观测到消极甲烷扩散云信号，推测发射时间约10分钟前，方向北天球。继续信号比对分析，正面分配剩余可用功率，搜索北天球。舰队执行规避机动，成员层准备降压，全体都有，立刻换装。重复一遍，立刻换装。报告舰长，收到大量尾焰信号，确认为敌弹池入轨。注意分配雷达资源，启动激光压制，所有系统进入战斗状态。补航雷达任务优先级切换完毕，主战面进入单波组常脉冲搜索模式，维持40分钟后进入高刷新率模式。电磁炮通道切换至3.5米模式，切换氢弹链路，持续射击将于30分钟后结束。发射5枚3.6K拦截弹和剩下的全部攻击卫星，扰乱敌舰行动。导引头切换为反舰模式。报告，确认敌弹群入轨，是否需要改变下次脱离阴影区的轨道？不需要，正常交会。在进入阴影区前，保持最大光源干扰。报告，敌方进入阴影区，左正面已进入高刷新域模式。迎敌正面效果，任务时间更新完毕。前指，在敌舰不间断的干扰下，过去40分钟内我们截获了2种共92个目标，和北院预警的判读结果对比，应当尚存少量目标未被检出。4个波段的结果已确认，敌弹型号为1L13型60枚和2M5型32枚。了解。雷达主阵面截获距离缩短确实比较麻烦，剩下的少量目标影响不大，尽量给北天球的搜索多分配雷达资源，之前的信号我有些疑虑。初步拦截方案已拟定，并发送引荐。方案已收到，批准。各部门做好拦截准备。两舰数据已同步，目标精准搜救完成，激光火控目标再度完成，激光器已进入预瞄位置，新目标已确认，13型60枚5型40枚。雷达进入环岛作战模式，提高迎敌正面空光脉冲战力。低威胁区主任务波段前往为 S 波段，把普航雷达导向固定过去，切换至主任务波段。报告令，末端接战后，空运搜索任务全部由我舰承担。你舰尽可能在雷达上节约功率，全力过载运行近防激光器。我明白，全舰功率调控，所有功率分配激光。
机控制系统，目前只有问你的自动安全控制系统正在接管发动机并进行变轨。报告，反应堆冷却回路泄漏，全舰已进入低功率状态。报告，一号、二号机关系受损，主炮二号炮塔报废。所管部门尽可能保持反应堆功率输出，维修机器人封闭泄漏管线。舰长，我们要不要投降？跟治拉格朗日点公约？不会再有公约了。封锁轨道，通报全星，所有船只停止活动，并回到星表及轨道港口等待我方接管。违反者视为危险目标，一律击沉。收到，开始投放轨道封锁加仓，要于2天12小时后到位。报，接通副舰长，造神星主烟火星的推进机仓库已被摧毁，我方对恩赫星、超人星主军的攻击任务失败，消息星上的伽马和小行星乌鲁等待命的造神星舰艇已被我方击沉。收到，汇报总部。造神星入灵神星轨道的前线部队已被清剿，我部已完成所有战斗目标。小行星国业观测站已被旋风导弹平台摧毁，我舰已向灵神星公布了推进机征用任务，为阿德卡玛舰队的到来做好补给准备。报告，第三批次导弹已命中敌成员舱，敌舰基本丧失战斗能力，是否继续攻击？这里是造神星舰队，重复，这里是造神星舰队，我方已丧失作战能力，根据拉德朗日点公约，请求你帮。这里是造神星舰队，重复，这里是造神星舰队，我方已丧失作战能力，根据拉格朗日点公约，请求你方接收幸存人员。根据拉格朗日点公约，威斯曼242法的情况呢？确实出事了，不过我们已经封锁了消息，初步的报告内容已经转发给您。哦对，还有这个，造神星本部向我们传递了那边的新情况。了解，我回地球一趟。